绑丝带、坐姿矫正、物理治疗，北京小学抢救近视大作战。远离书本一尺，全大陆六亿近视人口，青少年七成近视，新国病引发领导人关切。什么那个艾草那种旧眼仪啊，都试过。孩子的近视，父母的心病，偏方治疗陷阱大揭秘。销售额大概是在60亿左右。以及大陆眼镜之乡江苏丹阳，全球一半眼镜来自这里。周日上午9:30，锁定中天新闻，两岸中国梦。